丰富设施，缤纷色彩，如同马卡龙一样充满童趣。孩童时而欢笑，时而尖叫的玩乐声，反映设施的有趣程度。眼前这一座全台湾最高的公园溜滑梯，从高度11公尺的游戏塔一溜而下，好玩又刺激。妹妹们，这溜滑梯好玩吗？好玩。第一次玩吗？刺激吗？你觉得？不刺激。不刺激啊？我觉得很好玩，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玩。我刚刚玩了2次这个，3次那个。那边比较大的溜滑梯设计的比较好一点，因为呢，它爬上去虽然溜下来不会有挑战性，但是它要爬上去比较困难一点。很好玩，因为游乐设施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人，大家都可以一起玩。把这个爬到最高，体力很难上去，然后我爬到黄色就不行了，我体力不好。好玩，因为它的溜滑梯很长，然后感觉很刺激。今年10月开幕的马卡龙公园，占地面积3.15公顷，这可是斥资9200万打造。把曾经的垃圾掩埋场、闲物设施转变为全台中最可爱的公园。作为台中美乐地计划的一份子，设计理念围绕共融公园、无障碍环境与阳光公厕三大重点。丰富设施结合绿能环保，让马卡龙公园成为世代共享的热点，也是亲子打卡圣地。一座好公园要符合2项必备条件，那就是孩童开心，家长放心。我女儿还蛮喜欢玩那溜滑梯的，对，然后因为她有那个感知，就是溜下来之后，然后上面就会知道下面没有人了，就还蛮安全。特色就是她建构的东西很多，就是像一般的公园就可能就是溜滑梯啊，然后就是荡秋千，可是她就还有很多攀爬的、啊，然后它的攀爬还是有难度的，就可能是比较适合年龄小的小朋友，然后还有那种绳子的，然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你觉得这个公园可以列入全台公园第几？前3名有，对，前3名。我觉得这个公园非常的新颖，然后有特别跟其他的公园不一样的，然后小朋友会觉得很兴奋，然后一切对他们也而言都非常有新鲜感，很棒。它比较不会机械式的或者是罐头式的游乐设施，或者是只是荡秋千而已啊。然后这边可以满足他们的攀岩还有溜滑梯的刺激感，但应该是很不错。我看大家都挤满了人，然后很多游具都是就是台中现在都还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很喜欢。有看到一些改变，然后有一些小公园它也开始有一些挑战，有一些攀爬的元素。那也开始出现了很多大公园的规划，像后里森林啊、921啊之类的，马卡龙也是其中，它是第一个嘛，所以就是真的会蛮期待的这样子。因此在规划前期，充分参考民间团体建议，利用地形起伏设置多种挑战型设施，不同年龄层、不同运动能力的孩童都能得到满足，在这里尽情玩耍。而且各项设施皆符合儿童游戏场 CNS 国家标准，让大朋友小朋友一来就舍不得走。所以像他们的这个边缘地方，它就有一个10块的攀爬区，就跟自然比较呼应。那它下面呢，也是我们希望有一些多一点自然的元素，所以它也是做一些砾石坑。那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的期待，比较有挑战型的，然后有多一点攀爬。很新鲜感，然后又很创新，很像欧美那种一般的那种游乐设施，然后就是很亲民，就是大家都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攀岩体能的，这样比较强调体能的在台中很少。那妹妹刚才玩起来，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设施？溜滑梯，最高的溜滑梯，3层楼的溜滑梯，很刺激，对不对？
就蛮有创意的，对对，不会像那种一般公园那么单调，就传统的那种。他其实什么都想玩，可是他还太小，做得非常好，然后整个色彩缤纷以外，又非常吸引很多小朋友的来玩。这个公园我觉得是台中算最好玩的，最好玩的一个公园，尤其是溜滑梯是小朋友的最爱。然后我觉得有溜滑梯就可以吸引很多小朋友来这里玩。我觉得还可以，很适合这个全家大小来出游。对，小朋友也是玩得蛮开心的。刺激吗？刺激。第一次来这边吗？嗯。那你最喜欢哪一个设施？大概就这个溜滑梯。强调通用、友善、安全的共融环境，除了孩童游戏场，马卡龙公园也顾及到更多群体的使用感受。公园内的篮球场是利用2018年台中花博棚架钢管经除锈烤漆后再生成围篱支柱，并以马卡龙色系搭配不规则曲线，符合主题又实践环保。球场对面则是属于毛小孩的乐园。考虑到台湾人饲养猫犬的数量已经超越新生儿的风气，对饲主跟毛小孩的友善环境几乎成为评价公园是否全面的另一项新指标。而马卡龙公园的宠物活动区占地约1500平方公尺，分别设置大型犬与小型犬的专属空间，双层出入口，含管土丘的起伏地形，还有宠物饮水槽跟清洗区的设计，方便主人跟毛孩享受遛狗时光。我觉得蛮便利的，因为现在很多公园，比如说他们有设一个宠物专区的时候，人跟狗就是有一些陌生人的话，通常小朋友都会比较害怕狗狗一些，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注意。但这边就是放着，让就是放着那个牵绳就可以让它到处跑。嗨，你是哈？今天开幕，那边开幕第一个上镜头的，开幕第一个表现好一点的，开幕第一个上镜头的，美丽，超牛，快点，快点。随着美乐地计划的推动，从2019年至今，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已陆续完成150座公园的整辟与优化。每一座公园都充分结合在地特色跟文化，并共享城市新美学、共融与无障碍、绿色网路与防灾的三大核心。游乐设施也多了很多，也有一些在台湾没有看过的。可是它就是还有攀爬，然后一些就是可以训练小朋友就是肌耐力的东西，就觉得还蛮不错的。而马卡龙公园的启用，成为美乐地计划的门面担当。之前有一些也还不错，像离心或者是绿川水镜，可是其实它的那个整个规模都还没有到达这个等级，所以我觉得现在马卡龙应该是台中第一名。对，这个经过市民的一代的期待，原来垃圾场华丽转身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公园有别于其他的公园哦，可以舒心的停车来这边游戏玩耍，也可以充分的去享受阳光，感受马卡龙公园的乐趣。从美乐地计划实施到马卡龙公园华丽登场，打造的共融环境让市民充分享受人与自然的和谐愿景，迈向更完善的绿地共生。